大家好，我是 Emma Chin，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相信大家都有遇过好感跟反感的人吧，身边都一定会有出现这两种人。这两种人的区别就是，好感呢就等于你对那个人只是简单的、单纯的，并不是很讨厌，就是喜欢跟还好之间就叫做好感啦。我是反感呢，反感就是讨厌，但是也不算是恨。但是就是很讨厌见到他，所以叫做反感。八句同样的话，但是是发生在好感跟反感的之间，会发生什么状况呢？第一句话，在吗？是他啊！第二句话，加油。谁呀？啊，他跟我讲加油喂。好吧，你也加油吧。他跟我说加油，我老哎。啊哈，谢谢。第三句话，网线不给力，他发照片给我了。哎，他照片给我怎么过来了？没有线呗，怎么没有线的？危险！看不到了，发什么照片？计划这个星期得空吗？要一起看电影吗？今晚得空吗？看戏吗？好啊，我得空了，要得空了，现在我总我的发没兴趣。第五句话，今天你很漂亮。哎呦，他讲我漂亮哎！哇，老外死变态呀！第六句话，晚安喽，累了。晚安，他竟然跟我说晚安呢。想到睡不着，晚安。好了，不需要给我报告了，晚安个屁呀！你都啥不需要了？我又不是你的谁，吓到我睡不着啊。七句话，我不会耶，可以叫我吗？喂，叫你什么？哦，不会麻烦啦，我哪里会怕？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的就是你不问我来教你呀。当然可以教你啊，你要问什么都可以，做你女朋友也可以。哦，没有啦，我是说做你的老师也可以。烦。喂，你要我教你？人都已经这样大了，别老是依赖人好吗？要学学怎么自己去 Google Search， 懂吗？ Google Search 有 Google 小姐了，你不需要再找我这个小姐了。哎呦，我不是小姐，我是不需要来找我了， OK？ 八句话，接大家吗？Oh my god， 是他，他问我在家吗？啊！我房间很乱，我打扫。
来个妹妹。啊，喂妹妹啊，救我啊 ，Help me！ 等一下我可以住你家吗？他问我有没有在家，我怕被他强暴。这以上的情况呢，也包括买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是跟我一样呢？好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是觉得很准的话，我们就 like and share 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Hello， 马多。Hello。啊。Hello。啊。This is Sparta。你的人都这样大。My name is No, my sign is No, my number is